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陈同佳事件，英皇，你们政策反反复复，有记者说你们睁眼说瞎话，不会是吧？那这是谁的指示呢？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我也想去了解一下。英皇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女人说要就是不要，不要就是要，所以你永远不会知道我要还是不要。